就因着主耶稣一个人的担当，一次而永远地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仍是陷在罪中不能自拔，甚至连自己讲的道都行不出来。这不是见证耶稣再临的全能神教会吗？好，我们就这么办。一代的糟糕，丈夫是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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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。主啊，我只愿寻找您的教宗。我们得查找宗教界荒凉背后的根源呢。根源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根源是什么？其实，末世教会的荒凉，是因为神做了新的工作。口口声声说什么新工作，新工作，能有什么新工作？或许，在某处，会有真理吧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句话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不要读了，你们确实是在否认主的做工。听你们这样一说，得救与蒙拯救难道不是一回事吗？所以真正蒙拯救的人是经过神救赎后，又在神末世的审判工作中彻底得着洁净的人。恶人没被惩罚，那怎么能叫审判呢？韩牧师。姊妹。安长老，请坐吧。这样的经历确实太真实，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见证啊。这道确实是从神来的，不然谁能揭示出人的败坏，让人能有这样的变化呢？这个蒙拯救太真实了。陈教士，我们必须得接受全能神话语的审判刑罚，才能蒙拯救吗？全能神的话就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只有接受神末世的刑罚审判，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应许。感谢全能神，让我在有生之年中能看到神的显现。感谢赞美全能神。阿们。神啊，我错了。唯有今天的神是活水泉源，有永流不干的泉源供人享受，人都会投靠他的。